Bye, Jaco. Bye bye. Hi guys, 我的眼睛做好了。Cheers! Happy birthday!大家现在是9:32，然后其实我刚刚8:309:00这样子的时候我就已经到家了，可是就处理一下了 Jaco 还有尿尿，然后做了一些工作的事情，然后还有就是在 Instagram 分享了就是关于我妇科保养的方面，就是关于妇科检查，就是那些验血报告啊，做子宫颈膜片检查，还有我每天的保养品之类的。那其实我们是去庆祝我爸比的生日，然后吃了晚餐之后就回来了。然后刚刚其实我们6:00开始吃，所以我今天有提早离开诊所，然后就回来先喂我的狗狗，遛我的狗狗，然后我才出门的。然后我现在呢，其实是要去剪接我的影片，就是上个星期我没有拍 weekend vlog， 我上个星期拍的是就是我的工作天的日常，就是我会怎样一边工作啊，然后又要遛狗，要养狗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今天就要解决掉我的影片，就是要 upload 好来，因为我明天会上 KL， 我明天要去埋线双眼皮，所以明天会带着你们一起去，然后应该会很丑，会变很肿，然后可是没办法，因为是 long weekend， 然后才会有时间去做眼睛，然后可能礼拜天也会 meet 朋友，就是用种种的眼睛去 meet 朋友，但没关系，最重要的是大家聚在一起嘛，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？啊，很烦呢。Hey baby， 好，那我就先来剪接影片。Hi， Hey， 啊，嘿，guys， 现在是11:15，然后他已经给我 bedtime reminder 了。可是我今天要早睡是不可能了，所以我要来吃冰淇淋。我很久很久没有吃冰淇淋了，有啦，刚在晚餐的 dessert 有冰淇淋，然后我就突然很想吃东西，给你们听我吃。好吃。Good morning. Good morning. 啊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嗨大家，现在是10:00，然后我刚刚早上其实有一点迟起来，就是9:00，然后我就冲了凉，让狗狗吃了之后给它跑来跑去，跟它玩了一会儿。现在呢，我其实要带它去宠物店，今晚就会让它在宠物店过夜，因为我一下子会要上 KL。
Bye, Jaco. Bye bye. Bye. 送了狗狗去宠物店，感觉很像第一次把孩子送上学。我的早餐到了，这是黑咖啡、鸡蛋，还有吐司，这是 Kaya Butter Toast。面包沾鸡蛋。嗨大家，现在是3:24，然后我已经到 KL 了，现在在 Publica， 然后我要去小米买点东西，然后就去找一个 cafe 坐下来，因为我的 appointment 是5:00。现在是4:03，然后你们可能会发现到我的画质突然变得很差，因为我的相机没电了，然后我竟然没有带我的 battery 出门，我以为我有，可是我找还是没有。So yeah， 我现在在用着我的电话，就是我的 iPhone 12 Pro Max。So 在等待我等一下5:00埋线双眼皮的当儿，我来了一个 cafe， 然后等一下会吃一点甜点，有蛋糕，有咖啡。So, 我刚刚其实是去小米的店买了一个电话，就是它不是很贵，因为我也只是要它来做工作的东西呀，所以我们来开箱。Okay guys， 我点了这个 salted caramel macadamia cheesecake， 这个是 pandan something， 这是 Raya special， and then oat milk latte。Look inside。嗯，很像 on day cake。大家，现在是4:41，然后我要走去 clinic。Hi guys， 我的眼睛做好了，现在很肿，然后明天才会是最肿的时候。So yeah， 我现在要去吃晚餐。排队排了快20分钟。大家，我回到家了，现在是1:09，然后其实我刚刚12:00的时候就回到家了，但是我就洗了个澡，然后洗脸的时候就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前面2天是不能碰水的，就是眼睛的周围，所以我刚刚洗脸的时候就花了一点时间，然后刚刚我其实在路上有稍微的休息，所以我现在没有很累，然后刚好脑袋里面也有很多工作的 idea， 所以我打算可能把东西整理整理，记录起来，我才去睡觉。然后对，给你们看，这就是我 day one 第一天刚做好双眼皮埋线的效果，是蛮肿的。然后可是医生说明天第二天会是最肿的，他要给我抗生素，还有一个 diuretics。利尿的吗？对，所以就可以帮助消肿，所以我刚刚吃了一颗抗生素，然后明天也要继续吃抗生素，还有那个 diuretics 呀、yeah， 可是其实我觉得它没有比我第一次做的时候严重，
就是因为我五年前的时候是买过一次的，然后五年前的时候呢，我是从单眼皮变双眼皮，所以那时候其实蛮大工程，而且就是那个你知道吗，那变化就很大，因为是从单眼皮变双眼皮嘛，而且那时候其实比这个时候还肿，就是还更多的淤青。我现在至少我张开眼睛的时候，你们其实是看得出它肿，可是就不会看到就是我关眼睛这样子的伤痕。可是那时候的伤痕是蛮明显的，可能是因为我当初的眼睛就是那个 muscle 的力度没有现在那么的强，毕竟我眼睛也支撑了双眼皮五年嘛，所以可能我现在支撑的力度也比较强，所以可能之前是这样也不敢发力。Yeah, so 我还蛮期待它消肿过后的效果，因为医生说它比起五年前，它帮我埋的更高一些，然后差不多两个星期就差不多会完全的消肿，所以我们就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 weekend vlog 慢慢看我的眼睛会消成什么样子吧。所以我现在快速的去记录一下我的工作的东西，然后我就要睡觉了，我们明天见。我喜欢吃它这个蛋，大家现在是12点钟，然后其实我昨天差不多2点多的时候才整理完我的想法，然后才睡着的。然后我今天早上其实是8点半起床，起床了之后我其实做了一些自己的东西，然后和一个生意伙伴讨论了一些生意上的东西，然后吃了个早餐，然后刚刚回到家我就洗了个澡，然后现在呢我其实是想要完成我的影片，就是上星期录制的影片，等一下8点钟会上，然后应该是少过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，因为只剩下半部分的字幕。然后影片上传了之后，我就会继续的 brainstorm 我一些 idea， 然后整理出来。然后我3、4点的时候会去载狗狗。我告诉你们，在家里没有狗狗，我觉得现在有点不习惯。然后刚刚很像我下楼吃早餐，回到家的时候，每次就会心想，哎，狗狗看到我应该会很兴奋。可是今天回到家，哎，没有人在家，感觉就有一点点的奇怪。所以我等下3、4点钟就会去带狗狗回来。然后呢，今天可能我傍晚或者晚上的时候会 meet 我的一些中学朋友，就是尤其是从新加坡回来相隔2、3年没有见的朋友。对，所以我们到时候再看晚餐吃什么，是煮呢还是出去吃。所以我现在分秒必争，我要来剪影片先。嗨大家，现在是10:03，然后我的影片正在 export 这，然后我告诉你们，我竟然忘了我刚刚出门之前有洗衣服，所以我现在要快点来收衣服，然后呢去晒。嗨大家，现在是2:08，然后我刚刚上传了我的影片，然后还没有看的你们快点去看。我现在呢其实要去准备一些等一下会开会的资料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一起去摘 charcoal。 上传了。嗨大家，现在是3:24，然后我要出门去摘 charcoal 了，然后可能背景会很吵，因为我刚让我的扫地机器人出来。Hello. 我每天给他穿，这是最辛苦的时候。Hi, baby. Hello. Hi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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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i.这样没有反应耶，平时他看到我他都会叫，然后都会跳，你看现在我让他这个 position 他都没有什么感觉。 You forgot about me? Huh? Jago? Hmm. 他看起来很伤心，很没有表情，很 depressed. Oh my god, baby. Mommy's back.Okay, we go for a walk later, okay? Good girl. 你们看他。哦。我看还回到家，他就超级的兴奋。Jago。嗯。
Can I go in? Can I drink water? Come, drink water. Hi, 大家。我刚刚在了 Chaco 之后，他其实很伤心，你们知道吗？然后我就有带他去找我的父母，然后其实我的父母陪他了一阵子之后，他就蛮开心。然后他回到家其实也很 active， 就是一直跑来跑去。那我现在就是刚刚带他下楼，他刚刚超口渴的，他回到家他就喝了超多水，那现在他应该会找地方尿尿。Chaco，We're having lamb meat today. Come. So happy. 大家现在是6:43，然后我刚刚遛狗回来 ，Chaco 现在正在吃他的 lamb meat。然后刚刚呢，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家楼下的戏院已经开了，因为之前有一个戏院，但是疫情的期间它有关了一阵子。然后刚刚我就带 Chaco 进去买了爆米花，然后很可爱的就是我一边溜还一边吃，我根本不想走，是他拖着我走，然后我就快快的带他回来，就可以吃我的爆米花。Chaco， you can eat。嗨大家，他吃饱了，终于比较开心了，像一只狗狗，很活泼的狗狗。刚刚他真的是生不如死，我告诉你们，他刚刚超想吃 popcorn， 我不让他吃，他不能吃嘛。OK， 所以我现在其实是在等着我的中学朋友，他们7:00会过来，现在已经6:57了，我们再看看他们会几点到，好不好？你开心吗？这样多美女跟你玩呢，虽然你是女的啦，烦。你干嘛？过去啦！你没看到我，你不嫌呢？有人召唤他。嗨，大家，那么多人，所以我们就决定煮火锅，其实是一锅熟啦，因为我们有面，有虾滑，这是什么 ？White carrot。菜，这就是剩下的菜，有金针菇、零零卷，这是什么？蛤蜊肉，还有一点火锅料。然后等下就会煎一个和牛，还有气炸这个 pork rib， 这是 Korean flavor 的 pork rib， 下牛肉。然后这里再煮个一锅熟，然后这个 pork rib 已经 air fry 好了。晚餐完成，开动！因为吃已经吸干了耶 ，Oh my god， 快点吃，快点吃。我是这样重口味哦，我的医生不懂会不会，我的眼睛不是医生，我的眼睛不懂会不会出事。我上一次哦，5年前做的时候有生一粒冰波这样，好像是在我吃辣拉面过后啦吧。Anyway， 你看他们一群人在洗碗。他累了啦 ，You happy？ 今天那么多人跟你玩呢，Guys， 我看到这一幕，他刚刚在里面躺了好久哎 ，Oh my god， baby， you good girl， you like this place？ Yes。然后现在其实是12:46，你们看他自己进去的。然后我其实刚刚跟朋友吃了晚餐之后，我10:15有开始一个 meeting， 到刚刚12:30左右吧，12:10的时候才结束。然后因为 meeting 真的有一点久，而且有点迟了，所以我的朋友他们差不多11:00的时候就离开了。所以我这个 weekend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，做了个眼睛，庆祝了我宝贝的生日，然后今天这个 meeting 也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突破。Chaco， baby， 你干嘛看掉？喂，嗨。然后现在虽然很迟了，但是我想要就是花一点时间整理一下我刚才 meeting 的一些东西，就是明天我觉得我会忘记掉，然后可能有什么新的 idea， 我觉得我想要记录下来先。所以这周末就是这样子，我们下个周末见。他又跑出来睡了。